阿宝做客艺术人生三大揭秘，展现独特的民间歌手。你不能懒得连老婆都不找了吧？有一个。三个场景道出艰难的奋斗之路。有一次还真被人打过一次。即将成功，他却面对亲人的离去。这是我的妈，我远赴结婚。成名之后，他又将如何创新未来？我们的目的也是想成乌鸡变凤凰。听神秘嘉宾现场爆料，看民间歌手逐梦人生。除了歌声之外，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对他的过往可能知道的还真不多，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儿就一层一层的揭开给大家看。因为嗓音有特点，声带很有特点。没我词是吧？是吧？我喉结是两个的。他的语言好像语感很好，会说很多方言。你用英语跟他聊聊。啊，完了。啊，your brother is my friend。那行，就说你语感好吧，你没完了，你还这。还有一个无车，我一个月最少要坐20次地铁。阿宝呢，曾经有过一次意外车祸，这牙十几年了我都没补。你不能懒得连老婆都不找了吧？有一个。那先生说了，我要是他哥，我。来吃点吧，好吧。哎呀，慢点！几次跟家里闹翻，离家出走，都走后门分了，被人顶替，对我打击特别大。那次听说到最后还是让戏班子给扔了，我特别害怕。我记得我人生中最苦的就是那段时间，但是也是最快乐的时段。哇塞，这什么地方啊？我穿这衣服人不让进的。咱们还是允许他换件衣服吧，听听他聊聊天，说说他的过往，后边还有好多事儿呢，啊。比如说婚姻那事儿，我刚才都没好意思跟他掰扯。我跟你说，我一会儿才给他掰扯，他以为我不知道。好多事儿我都知道，我等会儿最后的时候我才收拾他。啊，昨天刚买的衣服。哎呀，怎么样？来，给大家亮个相，看看。啊。来，这边，还得走两步呢。再走，还得亮相啊！转过头来。来，还是你坐这边吧。啊。哎，人靠衣服，马靠鞍，哈。这个衣服一换，他怎么就那么难看呢？你问啊，观众朋友们，他难看我难看，同意他难看的掌声鼓励。同意我难看的没有？你看，同意我好看的，掌声鼓励。喂，好了，不开玩笑了啊！换了这身衣服，在这个环境当中一坐，你能告诉我？你一下子想起来的是什么吗？我后来在城市里面唱过很多地方。我其实开始的时候跟戏班子，我跟了很多戏班子，我唱过，酒楼茶社，甚至红白喜事，就是人家结婚呢，或者办丧事啊，办喜丧啊。我们那儿比如80岁以上的老人去世了，叫喜丧，请很多艺人，红白喜事唱的。后来90年代，我主要在歌厅唱，酒吧也唱过，对。在酒吧唱过，对。听说那时候在酒吧唱的环境比较复杂，经常唱的还要挨打挨骂。我倒没有什么复杂，因为我有一次还真被人打过一次。被人打过？有一次我刚刚是这样的，唱歌的时候那时候我唱一个草帽歌，有印象吗？那个电影是一个母亲把儿子杀了。妈妈 do you remember 妈妈这个到那个主持人要求我必须每唱这首歌的时候到前排找一个观众，女观众，完了要跪在她面前当妈妈，给她唱当妈妈，对，头还要趴在她的这个膝盖这儿啊。我每天这么做没事儿，结果有一天出事了。我正跪在一个女同志吧面前，刚刚喊妈妈，没想到原来她旁边是有个空座没人的，男朋友回来了，她老公上厕所回来了。哦，看见以为我在非礼他老婆，
他一把把我掀开，汪踢得我腿一脚，我当时吓一跳。后来大家一拉开才解释是这么回事儿。其实，在歌厅的日子并不好过，对吗？也可以，因为我属于嘉宾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我唱歌真是到门挺受欢迎的。你当时都唱谁的歌？我最早开始唱一些流行歌。流行歌当时像你们这等歌手，又没有，你要喝吗？我有点渴了。其实我还觉得那个大碗茶，哎，他有点荤素不忌还。不，我觉得那个大碗茶好喝，是刚才那个。是吧？对，我真的有点渴了，不好意思啊。没事，那个、这个导演让喝的吧？让喝，啊。我有点渴了。对。我在农村，不是我在酒吧里唱歌，真经常有人会让你喝酒，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对吧？而且呢，让我说完哈，像他们当时那个时候的那个等级的歌手，不要说不可能有自己的歌，即使有自己的歌，在歌厅里也不会让你唱，在酒吧里也不会让你唱，因为那个歌太没名了，都是别人点的，他一定要点那些他熟悉的。对，当时点你唱的比较多的是谁？我猜一下，应该是张雨生。有张雨生的，因为张雨生那个声音很高嘛。我年轻的时候还真挺像张雨生，可是后来我唱了民歌以后呢，别人说我唱啥都是山丹丹味儿。你这样，你给大家唱几句张雨生的歌，让大家评价一下他像不像张雨生，好不好？麦克风呢？啊，对。完了，一喝了几口酒，一喝了几口酒，由张雨生我估计转赵传了。来吧。我原来不是梦。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对爱的执着。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跟着希望在动。现在好像不像了，像吗？我发现我们艺术人生的观众真的是全天下最好的观众。哎呀，不啊，怎么着都捧着我们的嘉宾，就这还像呢？不是，朱毅老师像死人了都。朱毅老师，我跟你说个典故，我以前没唱民歌之前真像，可是我唱了山丹丹以后，就这个味儿就变了，你知道吗？我那个形象啊，给我造成一个什么损失呢？什么损失？那个羊毛巾、羊皮那个，是找我做广告的永远就三大样：农药、化肥、种子。去年有一个汽车找我做广告，挺开心的，一谈一看是农用车，拖拉机，农用车啊，对，那也挺好啊，为农民兄弟代言多好啊。哎，我就说在酒吧唱了那么长时间的流行歌啊，怎么又回到民歌了？什么时候确定了自己的民族唱法的这样或者叫民歌的这样一种演唱风格？到90年代末的时候，后期吧，97年左右的时候，后来因为歌厅里会竞争嘛，你有特色才能生存。对，纯粹为了生存。后来我觉得各种风格大家都有了，哎，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听那种民歌，就是老艺人邢茹那种民歌，像郭德纲那个民歌，我会唱啊，我随时能把它拿出来，然后我就试了试。当时我们有个女歌手是民族唱法的，每天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后来我就想，她有一天她病了三天，请了三天假，我说正好，哎，我说我唱一下，我就跟那个乐队老师说我唱这首歌。我想因为山西方言是同一个语系的，差不多山丹开花红艳艳，对，咬字是一样的，而且我是第一个用方言唱这首歌的人，我说试一下，结果一开口底下就爆了棚了，特别多掌声，每次一开口都有很多掌声。后来哎，我觉得这是一个路子，后来我就把我小时候听的我家乡的民歌都拿出来，我是真正第一个把这种民歌带进这种场地的人。结果在那个酒吧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他一唱完以后，那个女歌手病好了也回家了。
啊，他真没在唱，真的真就在没在唱，没在唱。因为你一下子就这样一尝试，被大家接受了。对，觉得这个唱法很新奇，是吧？因为过很新颖。过去在我的脑海中，这都是土的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但是没想到，在那样一个所谓洋的地方，对，能够被人所接受。对，过去我小的时候唱这种曲儿都是过了吧那个大年，过马大年头呀个天，都是喝点酒啊，喝醉了那种情况才唱。啊，就是在那样一个。哎，我听说你一下子在那个地方被认可以后，你就搜集整理了很多当地的这种民歌，你去采风，你去向民间艺人学习。对，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嗯，因为你知道我主要的地方是内蒙，嗯，山西内蒙，因为内蒙是陕北山西人走西口到那个地方，嗯，跟当地的文化融合，二人台就是蒙古发音山西河曲形成在内蒙的土右旗，嗯，蒙汉结合的东西，像五哥放羊走西口这么好的歌，嗯，都是蒙汉结合的这种形式产生的，嗯，所以说我去了很多的地方去收集这个民歌。你看看，就说在民间采风的这些日子，应该说收获很大吧？对，啊，我之间我认识了很多的民间艺人，是最底层的民间艺人。嗯，我去他们家，我有照片，有可以视频资料，大家可以看。他那个他家里面，我看有电灯不点，嗯，他为了省电把电拉了，嗯，点煤油灯。然后小房子非常小，他们就是那种我小的时候见到那种在街上一个角落，然后几个人唱一圈，完了拿着帽子问人家讨钱的这种。我跟他们有很多接触，我认识很多这样的，甚至拜过他们做老师。嗯，我在人民大会堂看演唱会的时候，我说我有今天是因为在我的脚下有无数的这种基层的底层的民间艺人的肩膀，才有我今天。阿宝呢一直有一个愿望啊，就是光在酒吧演唱那也不是他的追求，他最终想走出来，十多年的时间一直在干着一件事儿，参加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我挺不好意思的，我从90年代初啊，94年那个时候开始接触这个真正的可以在这个歌手大赛工作，一直到我主持歌手大赛，主持了好几届，真的阿宝，我就没见过你，我连你的名字都没看见过。我从来没进过复赛，因为就是初赛就被拿掉了，我永远都初赛被淘汰的。你这就真叫屡败屡战。我现在想起来为什么我没有选上啊？为什么？因为90年代以前，你现在想想，当年的我那时候我不能报民族唱法吧，因为我根本就不是，我是白嗓子，嗯，我只能报通俗。可是当年90年代以前的通俗呢，通俗唱法的冠军，你现在看，大部分都是所谓的民通美通，对，得学过民族或者美声唱法再转通俗。评委觉得你有方法，这才能得奖。那时候都是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一听是白嗓子，没方法。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它是需要勇气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收获了什么吗？我挺佩服你的。我还真的没有。我3、4届，我肯定我就歇了。我是8届，在不同的城市，因为我那时候在全国各地演出啊，每到一个城市，这选拔了，但都是当地的市里面、省里面选拔，我就去报个名，因为我在当地的歌厅唱歌，我是抱着买彩票的心情参加比赛的。嗯，这是选上了，行就行了，就买中了，就彩中了，没不行就拉倒，对，也没有想太多。啊，你真的现在说起来这么坦然，当时真的就没有对你有过打击吗？在最后一次打击挺大的，因为我觉得，04年那时候我已经拿了中央台西部民歌大赛的一个铜奖了，我觉得我这回希望会蛮大的，可是那回还是没选上，挺遗憾。最终还是落马了哈。对。那如果这次的打击算大的话，其实有一次的打击比这个更大，得到了一个可以去法国留学的机会。英国。我说真的吗？他回去就把通知书发给我了。这样的机会一辈子可能就这一次。当我拿到总冠军的时候，我母亲刚刚就不在了，去世前一个星期我才从外地挣钱回来。他老人家不在的时候，你是带着他的骨灰去演出。对，我真是有一年我一直随身带着我母亲的骨灰，因为我说我从来不忌讳，我说那是我的妈，我永远不忌讳。故乡是我的老爸老妈。艺术人生三大揭秘，展现独特的民间歌手。你不能懒得连老婆都不找了吧？有一个。三个场景，道出艰难的奋斗之路。有一次还真被人打过一次。即将成功，他却面对亲人的离去。那是我的妈，我永远不忌讳。成名之后，他又将如何创新未来？我们的目的也是想成乌鸡变凤凰。听神秘嘉宾现场爆料。
看民间歌手逐梦人生。你好像有一次得到了一个可以去法国留学的机会。英国，并且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叫爱丁堡的 Napier University。 他们是怎么看上你了呢？特别奇怪，我是陪一个朋友去，当时那个来招生来了，也很多大学来招生来了，我是陪一个朋友去的。完了，当时那个学校的校长，我在跟我朋友在问东西，也问了我一些问题。他说我的英文比我的同学好，我的同学英文特别棒，考的几乎是满分的。但他口语不是我好，结果我问题我都回答出来了。那个老师说你完全可以进我们学校。我说真的吗？他回去就把通知书发给我了。是一个Napier University， 是一个Classical Music 那个专业，所以说，应该是古典专业吧，大概是。但是后来呢，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去呢？因为那个年代还是家乡还是比较闭塞吧，当时我回去办护照，后来我�哥哥带我去，一开口5000块钱，后来放弃了，后来我就把户口转到广东去了。转到广东以后，那一年以后了，结果也就晚了。我倒很想知道那个时候你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情，这样的机会一辈子可能就这一次。其实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人生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你这么看吗？如果当年如果是考上那个学校音乐系，我可能现在只是一个研究古典音乐或者一个音乐工作者，或者转行了，定居在国外，就没有今天的我了，绝对没有今天的我了。那你怎么就没有想过，如果那时候你真的到那个音乐学院去读书了，现在也许就接了帕瓦罗蒂的班呢？那永远不可能的事情啊，不可能的事，他是美声，我是凡事皆有可能啊，怎么没有可能啊？对吧？我一说相声的还主持节目了呢，是吧？怎么没有可能啊？行，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接艺术人生的班吧。对，这才说了一句有骨气的话，是吧？说到这儿了，刚才给我们唱了一首歌，其实我觉得刚才那首歌倒挺能代表他那个阶段的心境的，就我的未来不是梦。除了这首歌之外，如果让你在这儿再选择一首，你唱一个稍微舒缓一点的、温柔一点的流行歌曲，好不好？你帮我点一首吧，什么歌？我帮你点一个呀，《月亮代表我的心》吧。哎呀，这歌大家都熟嘛。那我用什么方法唱？我这个你爱用什么方法唱？用什么方法唱？不是，这首歌这么幽静，我怕我嗓子出来把人家吓着。没关系，我们就想听那个不一样的《月亮代表我的心》。那我用低音唱可以吗？可以啊，我想听的就是你的低音呐、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深，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我不知道我刚才那个低音唱的怎么样，真的，我自己怎么样的？
比他那个别的好听吧？我建议你以后就这么唱歌啊，向流行乐团进军。知道为什么要把你带到这儿来吗？不知道。其实刚才我是想找一个特别合适的过渡，把你带到这儿来，带到这个舞台上来。平常啊，我们来嘉宾的时候这儿都有沙发，然后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到我这儿怎么站票了？因为今天你比较特殊嘛，所以给你一些特殊的待遇，我们就把沙发撤了。啊，好吧。来，阿宝，到这儿来。今天真的，我们给阿宝设置了这样一个环节，我觉得其实是一个仪式。如果说，当年你在星光大道，是走出了你的歌唱人生的话，那么今天在艺术人生的现场，这条星光大道，我真的希望你走出的是真正的艺术人生，好吧？走。大家好，还真有点那个感觉，只不过我们星光的那个玻璃的已经塑料的。对，好，那我们先回到那个玻璃的大道上来。对于很多观众来讲，真正认识阿宝就是在星光大道认识的。十年前一举成名，获得了当年的年度的总冠军。妈就是烈的航线，妈线，获胜者是山西的放羊小子阿宝。那个过程大家都知道，我们简而言之就不说了。但是我觉得你在走那条大道的时候，心中是有遗憾的，对吗？能不能告诉大家你的遗憾是什么？因为我从小就有个心愿，就是离开家的那天，就是希望我父母过上好的生活。可是当我拿到总冠军的时候，我母亲刚刚就不在了，所以说那是我内心永远的遗憾。但是我知道，其实你在那条大道上走的过程，你母亲还是看到了，看到了你拿周冠军，看到了你拿月冠军。对，我拿周冠军的时候，我母亲已经肺癌晚期了。我拿月冠军以后，母亲看到了，月冠军以后两个月，母亲就去世了。等于说季冠军和年度冠军她没有看到。没有。啊，当拿到月冠军以后，母亲对你说过什么话吗？母亲真的没有，就觉得很，母亲悄悄跟我说过一说的特别为我骄傲，就母亲特别为我骄傲。因为我当时有一个小心愿，我当时不会开车嘛，我特别想学开车。嗯，我到现在不会开车，我说我要如果我会开车的话，我带我母亲去化疗的时候，我可以让我母亲能够坐一下我自己的车，因为每次都租车嘛。可是也没来得及，也没来得及学，我母亲就走了。但是作为儿子来讲，我觉得你做得很好了哈、啊。你那时候努力的工作，拼命的挣钱，就是要为母亲看病。对，当时花了十多万，大部分是我出的。母亲直到去世前一个星期，我才从外地挣钱回来。嗯。我相信啊，虽然你拿冠军的时候母亲没有看到，但是呢，她在天有灵的话，她一定会为自己的儿子骄傲。对。感到欣慰、自豪，对吧？对。但是其实阿宝有很长一段时间解不开这个心结。因为离家比较早，对自己的家人的照顾并不多，尤其是父母，他觉得亏欠很多。有很长一段时间，你走到哪儿都带着自己的母亲。对。他在的时候，你带他去演出；他老人家不在的时候，你是带着他的骨灰去演出。对，我真是有一年，我一直随身带着我母亲的骨灰，因为我母亲去世以后，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一个老八路，他说人死了以后不要占用国家的土地，我母亲就没留坟，就是火化了以后，然后第二年我们全家人到天津
把我母亲骨灰撒到海。我父亲说将来他走了以后也要撒海，但是撒海之前我就留了一个小盒子，把母亲骨灰留了一部分就带在我身边。那时候我来北京了，星光大道，当时我住在一个招待所里面，然后就是放在我的行李箱里。完每次演出为了省钱嘛，就把那个房子退掉，把我所有的行李都放在大皮箱里面，然后就拉着行李去演出，一走三五天，然后我母亲的骨灰就在我的那个大箱子里面，所以走到哪儿都带着我的母亲。我母亲从来没有坐过飞机，我第一次出去演出的时候，我是把我母亲的骨灰盒放在我那个随身的包里面，就是上飞机前我跟我妈说咱们坐飞机了。我真的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特别怕别人又说朱军你看你又开始在这儿煽情了。其实不是的，因为我觉得阿宝呢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10年时间了，我觉得你心里其实一直有一个结，因为我们在一起演出的机会也很多，我们有时候也在一起聊天儿。当说到父母的时候，他总是在回避，总是在绕这个话题，所以我觉得你其实心里有个结。我不知道你这个结是打在哪里，你是觉得他们晚年的时候你没有照顾他？对，我觉得就是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在，就是我母亲去世一段好长一段时间，我看演出的时候看见别的艺人带着自己的妈，因为一块吃饭吃好的，我特别难过，或者一看见别人这种情况，我就心里总想到我妈。我直到现在10年了，我还经常会梦见我妈。哎，病我找的一种药，那个病好了，把我妈治好了。所以说，当我拿着那骨灰演出的时候，别人说你怎么不忌讳一点？后来我买了房子以后，我第一时间就把我妈的骨灰放在我家正中间的那个位置上了。我说我从来不忌讳，我说那是我的妈，我永远不忌讳。我觉得可能有些话是需要说出来的哈。当真正的把内心的这种压抑了很多年的情感释放出来的时候，其实也就轻松了，也就释然了，是吧？但是作为阿宝来讲，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我很佩服他。他呢来回就这样飞，来回就这样演出，在飞机上带着他的妈妈啊，就是那样一种过程。后来呢有了那样的感情，所以呢在飞机上创作了一首歌曲。这个歌呢我听过，我很喜欢，我相信我们现场的观众有些也听过，歌的名字就叫《老爸老妈》。对，完全是我按我真实的感受写的。这首歌就是我在内蒙古采风的时候得到一个曲子。有一天我坐飞机，突然有一种灵感，就瞬间就把歌词写出来了，写在那个吐痰的纸袋上。写完了，我一唱，我自己都哭了。我觉得好的歌感动别人，首先感动自己。哦，等于说有了是先有了曲子，对，然后你把词儿给填上了，对。而且都是生活中的长小事，比如我的妈妈，寄给她钱从不花，一分不少都为我存下。回到家，她总是为我操心牵挂，做了最爱吃的菜，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这都是我自己我写的大实话。大实话就是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对，那这样好不好？咱们把这个星光大道的舞台，还是留给阿宝哈，让阿宝在这个舞台上认认真真的，给他的爹妈，也给我们所有天下懂得孝敬的孩子们唱上这一首《老爸老妈》，好吧。人在外头心在家，家里头放不下是我的老爸老妈。我的老爸爸从小我就很怕他，因为我淘气不听话，他可没少把我打。这一天我长大，为了
生活离开了家，里面的男人他不说话，眼角默默闪着泪花。在家，家里头放不下，是我的老爸老妈，我的老妈妈，成天为我操心牵挂，寄给他的钱从不花，一分不少都为我存下。家，他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为我做最爱吃的菜，还不停地往我碗里夹。为了梦中温暖的家，为了他期待，我不怕孤身在天涯，不为他们的期待，我不怕孤身在天涯。实在不好意思，这首歌没唱好。没事啊，兄弟，我觉得这首歌可能是你创作出来之后唱的最不完整的一次。最杂的一次，哽咽着唱的。但其实我觉得这份情感可能是最真挚的一次，就是像给自己的爹妈诉说一样啊，说着你的心里话，想跟爸爸妈妈说一说，对吧？对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啊。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们的老人都能看在眼里，都能知道，他们会懂得你的努力，他们其实也会知道你的这份孝敬，对吗？我觉得，如果在座的观众朋友，你的父母都健在的话，其实你自己不知道。我是多么羡慕你们，你们真的很幸福啊。没错，就像那一年2004年的时候，我跟冯巩在春晚上演那个小品《笑谈人生》当中说的那样，那都是心里话。那个小品当中所有的话都是真实的。我说你已经50多岁的人了，回到家还能痛痛快快地喊一声妈，你多幸福啊，真的。对，有的时候我常想，因为我常年在外演出，就是这么10几年20年来，就是没有固定的住所。别人问我什么是家，我后来我想了想，我说，有父母的地方永远都是家。没错，说的一点都不错。好了，我们稍微缓解一下哈，咱还得到那边去。你知道你刚才在换衣服的时候，我给观众说了点悄悄话。什么？你知道我说什么来着吗？我说我掌握了阿宝的某些情报，他刚才一直在给我卖关子啊。我说我到关键时刻我拿出来我吓死他啊。我觉得阿宝，你妈妈可能最不放心的依然是你的婚姻问题。所有的父母都是这样。对，他刚才一直还在卖关子呢。你再大声地告诉大家，你到底结婚了没有？没有结，没注册正式，没有，没有结婚，不，没有结婚。我要拿出证据来怎么办？证据？对。不可能吧？真的不可能吗？不可能。那到底结婚了没有呢？这样吧，咱们一段广告以后再来揭晓。哦，这上个月照的，这也是我们注册的。聊一会儿你再出来行不行啊？不放心呢。
我一半红一半黑，我怎么感觉像二婚的呢？报做客艺术人生三大揭秘，展现独特的民间歌手。你不能懒得连老婆都不找了吧？有一个。三个场景，道出艰难的奋斗之路。有一次还真被人打过一次。即将成功，他却面对亲人的离去。那是我的妈，我绝不机会。成名之后，他又将如何创新未来？我们的目的也是想成乌鸡变凤凰。听神秘嘉宾现场爆料，看民间歌手逐梦人生。那到底结婚了没有呢？难道你有结婚照吗？难道你没照过吗？我没照，没，暂时没有。你拿出来看看。来，导播，刘生。哦，这上个月照的。这什么呀？这个，这不是结婚照。那不是结婚照，那是什么呀？这也是我们注册的。注册了呀？对呀。对，这是你们注册了还不叫结婚照啊？注册了一个组合的照片。我解释一下好吧？啊，实际上我去年不组了个流行歌的组合吗？然后呢，很多朋友说我放弃民歌太可惜了，所以说今年呢，我们刚刚上个月就找了一个女歌手，大家熟悉的王二妮，我们正式注册组成了一个叫皆大欢喜的组合。皆大欢喜嘛，对，特喜庆这名字。对，这其实也是一次联姻嘛，对吧？虽然跟那个结婚没有关系，但也是一次联姻嘛。我们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现在各种各样组合太多了啊，这种纯的乡土民歌的组合严重缺货，因为缺货我们才就，所以你们才组合在一块了。您不是要跟凤凰传奇 PK 吧？我们的目的也是想成乌鸡变凤凰。好。二妮儿呢？在这儿。二妮儿，出来。那我去换衣服吧。嗯，我要换衣服。换衣服去吧。他还得换身衣服。好。我告诉你，志愿老师好。我们俩没结婚，他和别人结了。那你把这个照片给我说，你们俩结婚了？没有啊。又想试图要这个转嫁给王二妮儿啊？不是他啊，不是他，是别人。哎。这个照片真的照得像结婚照一样啊！哎，反正有点喜庆。什么叫有点喜庆啊？是很喜庆。是因为我们那个名字就叫皆大欢喜嘛。哦，名字就叫皆大欢喜。啊，很喜庆。二妮儿呢是一个陕北姑娘，对吧？嗯。阿宝呢是山西汉子。我跟二妮儿聊一会儿，你再出来行不行啊？不放心呢。真的，你们这个组合，我说实在的啊，我觉得还是挺新鲜的。确实挺好的。两个人都分别闯了那么多年了，嗯，也都在星光大道取得了成绩，大家呢也都认识认可你们了。在这个时候，你们组成这样一个组合，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嗯，其实说实话，最早的时候我们俩也没有想到，嗯，因为唱片公司的那个老总给我打电话说，他们有一个想法，就是想把我和阿宝做成一个组合，嗯，民歌的组合，说你有没有这个想法？我说啊，我都特别吃惊，因为我们两个毕竟是比较成熟的独唱演员，而且已经很多年了，我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和别人组在一起。而且我们俩其实声音都是高音嘛，组在一起想的是在音乐上会比较难弄，嗯，所以就是没有这个想法。但是唱片公司他们就是反反复复一直给我打电话，就差不多谈了有一年吧，然后就说服我，然后也分别给他打电话，然后就说你们一定要签，因为他们公司有一个特别专业的就是音乐团队，他们给我们两个创作了20多首原创歌曲，就在等我们两个点头，只要你们俩同意了，马上就开始做新专辑新唱片。然后我也想了很久，就是而且他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条件，就是不影响我们两个个人发展。我们俩个人发展，各自发展不影响。你们个人可以出唱片，可以去演出，可以做音乐会，演唱会。但是组合是组合，所以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歌手到一定程度都希望有自己的原创作品，嗯，这个是特别渴望的。所以你希望你们两个人在一起能够有原创的歌曲。对对，因为他们那个原创团队还是挺厉害的，所以我希望我们俩走在一起能够撞出火花。你知道妮儿啊？嗯。我觉得我特别开心，你们两个人组成这个皆大欢喜的组合，特别开心，因为你们两个人组合之后，
你就可以让我们少受点罪了。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阿宝不跟你当搭档，那个老毕就老在你边上唱。终于说实话了，多难听呀，是不是？哦，你的意思别说唱的太难听了。对呀，你以后你可千万别再跟他合作了。其实我也是吧，但我一直不敢说。现在好了，有了这么一个组合，哎，简单的评价两句阿宝，你这个搭档。就是我评价他。你评价他，对。他的性格。啊，放心说吧。我觉得他这个人比较有个性。比较有个性，就是比较个色。比较有个性。个性。然后、啊、其实很有思想。很有思想。也聪明。啊。而且我觉得他对，就是一个问题吧，他有自己不同的见解。嗯。不像就是说，你说我说这个是我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我不那样认为，我认为是这样的。他有自己的想法，有独立的思考，对啊，但是我觉得他有时候有一些孤僻，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据我观察还是观测呀、啊？观察啊，就是他这个人那个就是，碰上就是投缘的人吧，就可能说了啊，但是就是如果说觉得聊不在一起，就一句话都没有，啥话都没有，一句话拉不上话了，一句话都没有 啊，就那种感觉，就是但是就是跟聊的人吧，他就又太能说，就、因为其实我们两个性格吧，其实是一个反差，我双重性格，他双重性格，有时候会特别能说，但有时候能说的来的俩话特别多，对，不高兴说一句没有，对、但是我是反应比较慢。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说一堆，然后我半天，我说啊，你是什么？你说上来啊？他说好了，我已经说完了，好了，就这样把电话挂了。然后我过了半小时才反应过来，他跟我说的是什么内容，就是那样。没听懂。哎，对、就是，你看这个事儿啊，他真的都应该是这样，一对好的搭档，他一定性格上要有反差，是吧？一对恩爱的夫妻，性格上也要有反差。内向一点呀、啊，外向一点啊，是不是一个愿意张罗，一个愿意宅着，是吧？他都应该这样啊！你看，总共哎，你们俩要不然就凑合一下？没有，不是，我不是我越看我俩这衣服，我觉得唱片公司皮有点偏向。你看这衣服还不对呢，我突然发现这衣服有问题。他是那个新娘子，大红的，我一半红一半黑，我怎么感觉像二婚的呢？玩笑归玩笑哈，但是为你们这个新组合的诞生，真的觉得很开心。今天呢，跟阿宝聊了很长时间，一直在聊他的艺术，聊他的成长，聊他的内心的那份坚持追逐。一路走来，其实光鲜亮丽的背后，有什么样的苦，有什么样的痛，有什么样的乐，只有自己知道。还好，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他们，依然是那样的阳光，那样的灿烂。我真的希望带给我们的是皆大欢喜，带给我们的是新民歌、新音乐的一种新的气象。所以我们特别期待着你们这份组合，你们这个组合能够走远、走长、走高，好不好？谢谢。
而吹，吹出幸福滋味。我把马儿扬鞭吹，拖着风骚从不累，饮一口清甜的水，尝一曲家乡的好的，观众朋友们，要想获得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请您关注我们新浪的官方微博艾特央视综艺，参与实时互动。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博、微信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设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在这里恭候着您，等候着您的加入。他曾经是一名极不自信的演员，看到我自己在镜子里的时候，我会这一天心情都不好。一部电视剧改变了他的命运，我得玩命的走进这个剧组，哪怕让我当一个道具。从军旅硬汉到居家小男人，他在不断拓展自己的表演见地。张译做客艺术人生，和您一起聊聊他的故事。